来好了。哎，各位的袋子下角有编号哈，每一个人的编号都不一样，所以你一定要记起来哦哈。如果怕忘记的话，拿笔或是照相机照一下。我先示范一次哦，白米的量比较多，我的习惯会把白米摆在最底层跟最上层。我比较建议各位用斜面的线条哈，斜面的线条会让我们的心情比较美丽一点嘛，所以比较建议哈。但是要注意到的地方啊，就是红米跟紫米它的颜色是偏暗的，它的中间尽量放一个比较亮的，像小米啊或是白米，好、哦、让它的颜色比较清楚哈、哦，黑白对比强烈一点，啊、哦，好，如果你想要做山水画啊，还是三角线条也可以哈、哦，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模子慢慢的往另外一边倾斜，啊、哦。我们就可以排列三角线条。你看，三角线。我刚刚说过哈，黑色跟红色的颜色偏暗，中间尽量用亮一点的白米啊，或是小米，这样就很清楚了哈。好，那各位桌上有五种米哦，一定要全部都装进去。才有办法做真空，你看这样子。颜色是颜色是可以，可以吗？颜色我给换了。米哦，一定要全部都装进去，我们才有办法做真空，你看这样子。不要换红米，这样颜色是可以吗？我给换。好，如果你认为刚刚那种有点难，那我们排这种的。说一下，慢慢拉上来。哎，三个原住民穿族服的人就在里面了哈。看哦，我们要让他跳联合风铃记也可以哦。哎，有没有看到他们在跳舞？跳联合风铃记。两个，三个，两个。没有哈、哦。好，那不过包这种迷彩绘哈、哦，有它的困难度了。我的技术至少要花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哈。然后呢？哪位朋友没拿到的？都有了哈。好，再来对折二。四边都一样，一、二。然后好，往前，哎，这边边边压一下，它就上来了。哦，你们这边没有折，好的。外面折进去，所以这边啊还没粘啊，这边一定要先折出来。我跟各位报告，在我们部落啊，形容一个女孩子的身材很棒，就是基隆跟高雄。然后他就啊，这小姐哇，身材很棒，胸部在基隆，屁股在高雄，哇，基隆做的。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们的父母亲聊天啊。聊很久，后面要什么？好，来下一个，来看我。二三，等一下呢，空的那只手都去指这个米，这样子啊。我把那个花拿走，把它连起来。我等一下。来，
来，大哥量量，老师我会拍给你。Quicky， 来，这是属于我们这个这一组的哦，大家。哎。这边，盒子，好，盒子可以拿起来展示，这样子拿着可以。等一下啊，来吧，耶，再一个空白的手都去指你们的米，这样子，哎，很好，来，二三，可以点点。哎，哪有五米？你要给你拍照哦。可以，第二把也可以站，尽量集中会好看一点。哎，二三，耶，哎，站不站？你们都最棒艺术师的。对啊，等一下。老师要录屏幕，来，这个姐，你忘记了吗？没，错了。